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 to Dan News，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尽在六度头条 Six to Dan News。 明镜火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现在的六度头条，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十日谈啊。那么十日谈呢，请到的是和平先生啊，今天的节目呢，继续由我和平先生还有我们的韩奎女士呢，一起为大家呈上。今天的新闻消息非常的多啊，首先呢，我们要给观众朋友们介绍几篇观点性的文章啊，以及在美国来讲的话，纽约呢，哎，这两天出了一些大事情，这些大事呢，其实已经发生了，只是人们呢，慢慢的在发现这些大事。那么这个大事的可以透露一点啊，先剧透一下，就是纽约呢，大概根据目前的得到的一个数据呢，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呢是受感者，这一点是不是很高啊？是不是也很大呀？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讲到这个芳芳女士。那么芳芳女士的一场针对她的文革呢，似乎已经袭来在中国，那么真的是让人呢，不得不呢惊讶、惊讶再惊讶。还有一些报道呢，是关于美国有出现了第二个州呢，对中国进行了控诉啊。那么澳洲呢，也是呢站在了所谓的五眼联盟的最前沿呢，对中国呢发出来了一些新的一些怒吼。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讲了一下习近平啊，那么这两天呢在陕西考察，特别前往了秦岭，被称之为是龙脉之上。那么他在这里要显示和告诉中国的官员或者中国的政治层面什么样的一个话语呢？他要表达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分析的文章呢推荐给大家，一会儿呢也会细细的给观众朋友讲解。当然和平先生要今天的十日谈的第五谈呢那么是许家印、王健林呢谁会先进入到，不是清晨，他们还没有这个资格，那么就会被进入到牢狱。那么还有一些说法呢，就是关于松立军、傅政华呢是如何在打老虎的过程当中呢，把中国最大的老虎或者说呢最大的财团呢肖建华是如何被他们侵吞的。用打老虎来说肖建华的话似乎有些不妥啊，我个人也觉得不妥，应该说呢是他们如何将肖建华的明天戏是如何瓜分和如何侵吞的。那么还有就是关于董卿啊，还有关于郭娘娘啊，那么我们的封面的观众朋友已经看到，这就是郭娘娘，一会儿点评郭娘娘到底是谁，也许很多人都不认识她，不过呢我们和平先生呢会一点一点的给观众们进行讲解。之后呢我们会讲一讲呢中国平安的中国啊，有一个新的一个组织叫平安中国，是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是冲着孟家军也就是孟建柱所建立的政法系开刀的吗？那么白绍康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后来调到现在的政法委的副秘书长，九多上错了什么样的船呢？我也会今天好好的讲一讲。再就是昨天没有讲完的关于赵克志的大管家啊，巩道安是如何被卡住巩道安的，今天呢也会详细的给观众朋友们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的理出来。那么首先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则新闻，那么就是有一个话叫什么呢，中国啊是给谁的最好的礼物呢？原来呢是给川普总统的最好的礼物，这是怎么回事呢？有请我们的韩女士呢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新闻的背景介绍。好的，马骥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就来先介绍一下这个观察中国是给川普最好的礼物的这么一个观察吧。那么这是从德国之声啊一篇这个综述的报道，那他就说到说中国这个卫生事件的种种说法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以及这种问责。那么对川普来说，中国则是一个难得的替罪羊，批评中国可以转移人们对他本人的失误的关注。于是呢，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德语媒体《中国是给川普最好的礼物》。那么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来自于《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那《时代周刊》呢发表的这个分析文章呢，就说追
追责这个中国隐瞒和要求赔偿啊，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呢，从法律层面上获胜的希望却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作者呢，就认为说，美国声讨中国浪潮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川普总统。那文章就说呢，说问责中国的呼声对川普和共和党人来说来的是恰到好处。长期以来呢，川普当局本来都一直是在采取对华政策的比较强硬的路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中美双方冲突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贸易领域。比如说美国指责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啊，窃取了美国的技术啊，以及同美国开展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啊。但是现在呢，这双方的冲突就有了新的内容。这一次美国的部分指控也同样是有根据的，比如说北京当局本来是可以在早期就遏制住传播的，那么这就是有根据的。那么此外呢，美国还发出警告说，一旦卫生危机结束，中国不应该以微笑的胜利者自居，而应该呢作为这场卫生危机承担经济责任。那么对川普来说呢，从多个层面上呢，中国都是一个难得的礼物。文章中就说说，在美国政府行为和选战动作早已经变得很难区分了，不能再向聚集的人群发表演说，也许会令川普感到很失落，但是他已经找到了新的舞台。那么这个舞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目前的每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例行发布会，早已经变成了他自我表扬和攻击对手的平台。有关本国卫生事件的严肃信息则变成了次要的内容。那么如果卫生事件影响经济下滑，那么责任就可以很容易的转嫁到中国。那川普当然是无辜的，对于所有愿意相信这个江城病毒啊那个说法的人们来说，没有这场危机，美国的就业市场和经济发展本来是会有创纪录的表现的，所以呢一切现在的下滑都是来源于这场危机。那么文章中就说呢，说事实证明说确实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更愿意将一切罪责归咎于中国。那这篇文章也说到了我们介绍过的皮尤民调的结果，就是说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印象欠佳。那么文章还写到说，川普总统的卫生危机应对措施本来是很糟糕的，但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中国就成了他求之不得的替罪羊。那长期以来呢，川普其实是一直在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对华政策过于软弱，但现在呢，共和党人希望追究北京的卫生事件责任，而拜登呢又被确定为总统竞选的对手，那么对华政策就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了，更是一个好的去来做选战的这么一个题目了。因为什么呢？共和党认为当年奥巴马错误对华政策的操盘手恰恰是当时的副总统拜登。那么今后几个月对华政策将是一个极其热门的话题，其中呢就会包括比如拜登之子中国业务的这个对拜登之子中国业务的这个指控啊，那么这个热闹场面呢说不会亚于当初的乌克兰丑闻。那么在选战中，中国话题是不是就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呢？文章就说还无法定论，但是川普的战略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一些共和党人在国会提交议案，要求清除对中国民事索赔的这种法律障碍。那么本周早些时候呢，还有22名共和党议员要求川普总统在海牙国际法庭控告中国。而在亲川普的这个电视台福克斯呢，人们每天都在讨论一些批评中国的耸人听闻的理论，比如说这个实验室来源等等。那么总统本人呢也会在白宫就发表示说，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我们会对此展开调查等等。那么文章呢也写到说，的确这些说法是应该展开调查，这是没错的，但是对川普的言行呢也同样应该展开调查。从长远来看，川普无法永远将自己的错误转嫁给别人，不能甩锅。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杂志啊，资本也有一篇文章就指出说受到卫生事件的影响，中国将无法继续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角色。那么仅在三月份，这里就说到了中国的面临的一些困境啊，比如说仅在三月份，中国就会有800万人失去工作。那么柏林的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呢，最新呢也发布了一份报告，就指出说中国将首次面临无法实现就业指标的问题。中国政府原定2020年会新增加1100万个就业岗位，这
目前就是个问题了，而首当其冲的呢是农民工，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此前也都说到，就是更多的中小企业如果宣布破产的话，那么失业浪潮也将波及到专业的工人，那么中产阶级呢是也无法逃脱，而且呢也说到过今年的874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是很不乐观的，那么可支配收入也将下降 3.9%， 这样的情况呢是几十年来的第一次。那么这就是德国之声的这篇报道，在说中国是给川普最好的礼物这么一个情况。类似这样的观点呢非常多，我们已经分享过，前一段时间纽约时报还有华盛顿邮报呢都刊发出类似这样的文章。当然也有一个文章的标题叫什么呢，川普是给中国最好的礼物，那么就是在打贸易战的时候呢有一篇文章就专门说到呢，哎，针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呢似乎川普呢是最最合适的。那么川普的时刻的这种改变啊，那么按照情绪化的这种方式呢让中国呢是捉摸不透。还有一段时间呢就说呢有中国的一些发言人士就讲呢说，哎，川普总统最好打交道，为什么呢，他只需要我们去买买买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呢之后呢川普总统的又更多的摇摆不定呢也的确呢让中国呢是抓急啊，胡急胡急的。有一段时间呢在2019年的12月份，双方之间的贸易交易呢可以说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到达了可以说到最后有可能会翻船的时刻呢。那么川普总统的女婿和我们知道的美国驻美的大使，中国驻美的大使崔天凯呢一起又将这个协议呢挽救了回来。那个时刻呢中国似乎答应了川普总统所有的要求，这一点呢也让我们看到呢的确是如此，也许最好的对手就是被这样上帝所安排出来的，在最恰当的时候，最恰当的时候呢出现了这样两个人，一个是中国的习近平，一个是美国的川普总统。那么到底谁是谁最好的礼物呢，我们看一看我们有没有网友可以就这个问题呢展开讨论一下，或者是发表一下您的高见。我刚才在听到我们会议还我们没有正式直播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啊，在之前了啊，早一点的时间。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孤独死先生或者是我们的李俊先生，谁来说两句吧，有没有人呢？我发现我现在这个魅力不足啊，每次邀请大家来说的时候大家都很含蓄，但是呢往往呢需要有一个点被打破之后呢很多人的发言呢就非常的踊跃啊，我还在琢磨当中，还在熟练当中。好吧，那么既然现在大家不愿意去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的话呢，哎，我们一会儿呢我们再说到下一个话题。下一个，哎，我们的李俊先生给我说他没有听到前面说什么啊。李俊先生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有一篇文章啊，观点性的一篇文章呢就说呢，哎，给中国呢是给川普最好的礼物啊，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可以给我们举起您的小手可以发表一下您的高见啊。纳兰先生再举手，那么纳兰先生您请。我刚刚出门回来走完消毒流程，然后听到那个讲这个话题，我说两句吧。那个川普，川普确实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他有一些事情可以做，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中国给川普一个礼物，其实也是给他了一个大麻烦。那这个麻烦处理的好不好，直接关系着他后面就是选战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我不太同意文章里头那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可以找这个疫情作为借口，因为实际上稍微比较理性的不带情绪立场的看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疫情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在任何国家发生作为起源地，只要是人口基数感染到一定程度的话都难以阻碍它的全球大流行的发生。因为这个是生物学的特性决定的，也是人类社会现在的这种密集程度和交通结构所决定的。这个还真不完全受制于这个就是说应对策略的好坏。当然了，你在作为
原发地国家的，你的应对策略要好的话，肯定会减轻或者减少或者延缓这种爆发的情况。但是一旦人口基数突破一个临界点的时候，这个爆发就是不可阻碍的一个全球大流行。因为这个人类社会这种特性是应该从科学角度上应该承认的。所以说我觉得要是单纯的把责任推卸给这个一种行动不力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片面的做法，这是我的看法。嗯，谢谢纳兰先生。纳兰先生的确是这样一个冷静的角度在审视着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到底是谁的礼物。好的，那么谢谢纳兰先生。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话题，不是下一个话题，也是第一个话题当中的中间部分，有请我们的韩奎女士。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在昨天报道了，这个美国的第一个，向中国索赔的州密苏里州以外，还有昨天也报道了一些美国企业已经开始向中国索赔的情况。那么又再有一个州密西西比州呢，官方计划就卫生事件来起诉中国政府。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也是一样的，还是说对中国搞滥诉不可能得逞。那么这里呢，就是这报道比较短呢，就是法广这边有一个这样一篇报道，就说呢，消息称美国密西西比州宣布就中国应对这个卫生事件的方式要向中国提出诉讼。那么据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呢，就州总检察长费奇呢在声明中就说，中国掩盖这个情况导致太多密西西比州民众遭受苦难。那声明就提到说，该州计划向中国寻求与追讨赔偿。那么该报道呢引据了这个澎湃新闻的消息，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仍然是说呢，向中国甩锅推责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那这里面呢，其实一直是大家在讨论几个情况啊，一个就是这种起诉是不是最后真正能够实现，能够得到判决，一个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即便得到判决以后呢，事实上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个赔偿。那么对这个问题呢，之前其实已经有人是认为说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也有人是认为是可能的，包括赔偿，说因为中国在美国有大量的资产。还有人是呢认为，这个我们昨天介绍过，就是这种比较强烈的做法呢会引发中方的反弹，不利于其他的谈判，比如贸易战谈判等等。而且呢也认为说仅仅诉诸于法律是不够的，需要全面认清中国。比如说这个半月刊国家评论专栏作家安德鲁麦卡锡就说，停止将中国视为梦寐以求的市场和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开始看到它的本来面目，一个敌对的好斗的寻求在世界舞台上取代我们的政权，那个时候美国才会变得更加安全。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说诉讼求偿这件事情呢，它本身就不在于它的结果，而是它本身呢具有意义。一方面它会削弱中国的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对源头的调查。那还有呢，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对，我觉得呀，对，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甚至是国民之间呢会可能会产生一些对抗情绪。比如说中方会认为美国就是在甩锅给中国，就会和外交部的口吻比较相似。另外呢也会有国民认为这个事儿不得了，是中国人不可承受的重量，不能让其他国家得逞。那么其他国家追责的要点呢，其实是在于首先爆发这是无法责怪的，但是你知情不报，而且是系统性的隐瞒，而不是那种过失疏忽，这才是其他国家追责的要点。我觉得我不知道其他的应该还有一些更多的角度来讨论吧，马驹先生。的确这一次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的这个密苏西比州的这个密苏里州的这个新的控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是检察总长在控诉。那么由检察总长出面，我相信在法律上呢他一定能够找到他的一些支持。那么作为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来讲的话，这种起诉的形式应该是有备而来的，并不会像中国所讲的滥诉。那么到底他在法律环节当中会在哪一个点紧紧的卡住并且紧紧的抓住呢？这还有待于呢他的起诉书以及未来所出台不断更新的一些数据呢，我们可以去寻找得到。不管怎么样讲，这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呢，美国民众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也好，都已经不愿意去这件事情去原谅中国，或者是认为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人来负责任。
在欧美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来讲呢，寻求一个必须负责任的，这是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反应。那么这一次呢，恐怕呢，中国不管是如何利用其他的国际关系也好，利用国际法也好，能不能抓得住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必定会接受全体民众或者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对他的一个公诉，或者是一个人人内心的一个审判。那么这个审判的法庭呢，也许不会在现有的联合国的框架之下呢会出现，但是一定会在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呢，哎，都会好好的审一次中国。那么如果这件事情在人的内心审过了，我相信结果呢，大家也都会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相信呢，未来中国不管是在被法律追索的情况下赔偿也好，或者是用人们的这种愤怒最后的公审之后的这种愤怒也导致的他的这个损失也好呢，都有一个结果，就是中国的必然会为此而付出代价，这是毫无疑问的。嗯，还有其他的网友其他的意见吗？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或者是您觉得我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呢？啊，你如果觉得我的观点不对啊，也可以呢指出来，我们一起呢可以来进行讨论。如果您要是没有其他的观点的话，我们就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哎，有人有观点，许辉先生，您请。哦，马俊先生，韩奎好，大家好。我的看法就是，无论怎么样，首先要查出源头。第二呢，我们作为华人，且不说其他人种，就是说我们自己作为华人，无论是海内的还是海外的，都无论如何被迫的要付出我们的代价，这个代价是被绑架定的，我们逃无可逃，就是这一点。好，谢谢。嗯，谢谢谢谢。嗯，许辉先生的这个提问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提问，非常非常有价值。嗯，我看看我们其他的网友有没有观点。嗯，好像没有哦。那好吧，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澳大利亚现在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有请我们的韩奎女士。嗯，好的，那好像网友需要一个预热时间啊。是啊是啊是啊。这样子，就是今天一个是美国国务卿，其实蓬佩奥已经接受采访了，他就有说到中国问题、中国合作、朝鲜问题，然后呢，他就提到说国际健康组织需要改革，但是需要改革呢，需要这个修房子，可是呢，他也提到说，但是呢，不一定呢，美国继续给钱。那么这就是蓬佩奥他关于健康组织的。那么澳大利亚这边呢，也是有一个对健康组织的一个呼吁，那么就是总理莫里森呢就呼吁说要让这个健康组织拥有类似联合国武器调查员这样的权利。那他说呢，应该准许国际健康组织专家进入遭受病毒肆虐的国家，以协助避免未来爆发新一波的大流行。那么这一周呢，莫里森总理呢，已经是有几次在电话中和多名这个世界领袖呢提及这个建议。那这个建议呢，就意味着说可以迅速动员、迅速评估，有助于拯救生命。那莫里森呢还认为说，接受健康组织独立的这个拥有的类似联合国武器调查员这样的这个人士呢来调查，应该成为呢这个会员，也就是卫生组织的会员的必要的条件和义务。那么同时呢，澳大利亚也呼吁呢对源头进行调查，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过。那么这个武器调查员这个级别意味着什么呢？澳洲人报呢就指出说，具有所谓武器调查员授权级别的监察员呢，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不需要被调查国家所邀请，就有权进入有关国家展开调查。那这个呢，就和现在的这个监察机制是不一样的。那么目前的这个健康组织呢，是要被调查国先要提出邀请，那么监察员才可以获得授权入境展开调查。所以说澳大利亚总理提出来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强度呢，就是它是可以完全独立的，而且呢它有它的这个完全的这个进入、主动进入的这种权利。那么他也刚才我们也说到，那么他认为呢，这个健康组织的这个成员国呢，
他就必须应该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据报道呢，目前法国和英国都表示说现在是在对抗当前的卫生事件这个危机的时候，所以呢现在还不到这个追究过错的时候。那么针对澳大利亚的提法呢，中国就指控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是在听从美国的指示行事，那么中澳关系呢也因此出现了新的紧张点。那么这是澳大利亚总理对国际健康组织提出的一个具体的建议，也包括针对源头调查的这么一种他的观点。马驹先生。好的，谢谢我们的韩奎女士。那么澳大利亚呢可以说一马当先啊，在此之前的很多次的英美之间的很多利益的纠葛和中国之间呢，都是澳大利亚呢也是走在前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前两天有一位澳大利亚的网友呢专门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表示呢说澳大利亚的现任的政府呢刚开始呢他们并不喜欢，但是在处理和应对这一次灾难的时候呢，哎，澳大利亚的现政府呢做的是非常的好，并且呢澳大利亚呢也是勇于把问题抛出来，并且呢勇于去寻找答案的国家。这也让他们觉得呢，哎，应该问中国说个一清二楚。刚才呢我接到一位网友的电话啊，他就问我说，哎，到底是他说讨论的是前面的话题，他说有没有能力和办法呢，就前往中国有现行的法律国际法呢可以到中国去把事实搞清楚。那么刚才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篇文章呢也是呢，就是澳大利亚的要政府呢就要求呢联合国授予类似这样的权利。今天还有一篇文章呢就表示说呢，其实在中国的这个 P4 的实验室里呢，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相当于一个核武器的中心，但是却没有人去核查它，甚至呢没有去对它有任何的监控和管理的权限，这是一个灾难。那么蓬佩奥呢也是，刚才您也讲到蓬佩奥呢也发表了自己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这的确呢是一个全世界人都非常瞩目的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不管是刚才我们说回到像密苏里州也好，或者是密西西比州也好，他们要准备起诉或者是用什么呢，我们还得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上的坚定的，或者是不会被轻易推翻的一些法律的支持啊，到最后呢看看能不能在美国境内呢对中国呢构成这种法律上的一个比如说赔偿的索赔的这种执行的可能性，或者执行的机制是否能够建立，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是一个复杂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只要序幕打开，人们一定会看清楚一部分，或者是未来如果全部打开也许可以了解到全部的面貌。好的，我们看这个话题呢似乎也没有更多的网友要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哎，纳兰先生要说话，纳兰先生您请。我想针对那个世卫组织说两句话。就是说在这个病毒发生的过程中，世卫组织的这个负责人叫谭德赛，他发表了一些不当的言论，并且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导向。但是呢作为组织里的其中一员，他确实是给这个组织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名义上的损害。但是世卫组织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一些基本的科研功能，以及世卫组织的一些基本架构方面的功能还是存在的。我觉得不能因为一个人完全否定这个组织所有的信息。我觉得世卫组织现在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发挥一定的这种效用，国际组织这种效用，它的很多科学论断还是比较客观的，特别是对于冠状病毒这个来源的判定啊，科学上的论断呢、这些东西我认为世卫组织还是一个相当权威在学术上值得信赖的组织，因为它的学术底线并没有它作为一个并没被它这个倾向性的政治表态或者是这种暧昧的态度所打破。纳兰先生的思考很独特啊，那么也是呢很冷静的这种思考。谢谢。我们看一看其他的网友还有要发言的吗？朱莉要发言，朱莉您请。听得到吗？听得到，您请。是这样，就是我今天早上也刚刚还听到一个报道，就是说澳大利亚虽然它小，但是它毕竟也是五眼联盟的成员，而且它的意识形态以及它的这个其他比如说政治结构什么的都和美国是一致的，
那么就是说他和美国很多的事情站在一起呢，就是那你就可以理解他为他是因为他是一致的，这个和他的那个大小呢应该是没什么关系。那这次就是澳洲政府提出来之后，据说是中国外交部就说澳洲是那个美国的走狗，然后这边呢就是这边有回应，就是说因为现在 Morrison 上台以后呢，跟他的前任唐宝相比呢，就是他现在变成就是外交政策变成了一种反守为攻，就以前他就是哎，我们因为有利益来往嘛，我们得要把我们的矿石，我们要赚钱，就是老是那种就身段很低，就是哎呀我要赚钱。但现在他就突然变成一个防，就是转守那个为攻了。而且这次这个除了这个在野党以外，就是那个影子政府，就包括影子政府的财长和外交部长，这回都高度的和这个。和那个自由党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高度一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澳洲你就感觉他的这个整个的抗议过程当中你觉得特别的就是有条不紊，也是因为他两党之间并没有这次反对党并没有拆台，而是高度的一致。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这次能够站在政治舞台上这样讲，是两党这次都很一致的，就是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好，谢谢。嗯，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嗯，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麦克网友啊，麦克网友您请。你好，马先生，能听得清吗？他们老说我这个孩子不太好。您尽量靠近一些，可能会好一点。嗯，知道我觉得我挺靠近了。好吧，抱歉，然后我这个非常不好的。我想关于刚才那个樊奎女士报的澳大利亚的一个提案吧，算是说两句。我觉得他，我不知道具体他会怎么着啊。他是说是啊，世卫组织可以有权利到一个国家去调查，但是光世卫组织去调查的话，可能还不够。如果这些人员都是世卫组织的专家的话，那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这些专家是谭德赛给他发钱，那他可能就是偏向于谭德赛。如果真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的话，不应该是从世卫组织，应该是从各国就是选的那个专家，他是不受于世卫组织控制的，这样可能更具有独立性。就先说到这儿。嗯，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朱莉啊，以及我们的 Mike 网友的发言，谢谢大家。嗯，好的，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个话题，有请我们的韩奎女士。那就是芳芳的话题。